大家好，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二，騙徒还是继续活动，所以大家还是看到这个提醒大家要小心騙子这件事。今天的板块呢是升的，是不少的，升的不少的时之中呢，因此就是升了大约200多点，似乎升幅又不是很多，因为呢是在较早时期都是跌的板块比较多，慢慢呢就是增加了升的板块，不过升幅都是比较缓慢的。